当然我们都一直在讲党纪，党纪处分，我个人心中的概念就是开除党纪，只有讲到是最严格的党纪，但这一个党纪怎么样就要问考纪会主委怎么决定。今天的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第一次大会已经非常明确的来支持韩国瑜委员来担任下一届立法院的院长，江启臣委员担任立法院的副院长，我们大家团结一心，用最负责任的态度让所有全国的选民能够看到国民党的决心，我们大家一定一定会公开的让大家看到，每一个人的投票都非常的清楚，而且我们当天这个进入立法院以后，我们把所有的准备事项都已经完成，我们再一次的表达票票入柜，而且这是不只是个人的荣耀，更是这个国会的尊严，所以呢我们每一位委员国民党团的成员都会出席，因为没有出席视同跑票，我们用最严格的党纪来处分，而且经过大家一致的同意，因为这是我们团体的荣耀。国会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我想这是全国百姓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在过去的八年，我们国会的这个议事效益不彰，让这么多的部会有这么多贪赃枉法的情况能够来发生，甚至过去还有所谓的这个什么促转会这个东厂里面的对话几几乎让大家不可思议，这样的人都能够在国家的高位，再加上这个疫苗社会大家要捐，政府拿了8400亿，竟然8800亿竟然买不到疫苗，然后呢这个社会各界要来捐疫苗，国家还不给他捐，我想这样的人居高位真的让百姓这样落入到鱼肉我们所有全国的这样的百姓，所以呢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再居国家的高位，我们再一次的正告民进党，国会已经正式的站起来，在不容许过去的这样黑暗面来遮住我们的国会，我们一定让阳光能够照进新国会，所有的部会首长说腐败的情况完全无所遁形，国民党跟民众党我们会不断的用最高的善意，因为这是800多万民意的结合，我们一定会把在野的力量全部整合起来，我们会用最大的支持跟诚恳的善意来跟民众党携手同心，把国家应该要往前迈进的包括国会改革的法案一样一样落实，包括听证权，包括调查权，包括国会的作证证言不得说谎权，以及绝对不能有部会首长在反质询国会议员的所谓的藐视国会权，我想我们把这些立法完成以后，每一位立委包括民进党立委在内113席立委都是可以堂堂正正的担任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来反映所有的民意，不再受到这个政党的压迫，让阳光照不进我们的国会，未来所有的国会都是透明的，来展现在全国2300万人的国人面前。国民党会用最大的诚意跟善意，跟民众党共同来携手，来监督执政的民进党。我们再次的希望台湾能够安定、幸福、繁荣。有健全的国会，才有强大的国家。所以过去延宕30-40年，大法官585号解释令之后，依然没有做国会改革的这些相关的这些重大的事项，我们会在今年全力的推动，务必要完成，当然要有国会议长能够顺利的来支持改革法案，才能够让这些阳光法案能够一一的来落实，我们再一次的强调我们会全力的来支持韩国瑜委员担任新一届国会的院长，江启臣委员担任新国会的副院长，让我们国家的气象一新，国会有阳光，我们国家就会健全强大发展。国民党票票入柜，
我们绝对会团结一心，展现在所有国人的眼前。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